星它会动哦。然后呢，两片串在一块，那个中轴心我们叫它墨棋。那有一道一道的齿痕，我们叫它墨齿哈。然后我们呢，要把它套在一块，上下两片都有墨齿，你有摸到吗？有哈，哎，好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把它。那个谁，好，我们要把它套在一块，然后这个墨孔呢，我们要放米一水三的比例哈，然后放到那个墨孔里面去，好，放进去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要来推，因为我是第一放了哈，所以可能会漏气哈，那我们已经推好了哈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呗。两个礼拜后，因为 A 到这里很痛哦， A 到这里很尴尬哦，推拉推拉推拉，慢慢来，加颜色，你要帮他加水啦，好，快出来了，好，推不动哦，等一下，我的桶子忘记放进来了哈，等一下，快出来，哦，对呀，我要去上桶。等一下，方向要一致，方向要一致。底下，等一下，底下还没办法